自称因争论电视剧《醉玲珑》的剧情，卷入刘诗诗和陈伟霆的粉丝间的矛盾，遭刘诗诗粉丝辱骂，陈伟霆的粉丝徐女士恨屋及乌，在自己的微博中用低俗语言对刘诗诗进行侮辱诽谤，刘诗诗将徐女士起诉至法院，西城法院经审理确认，徐女士的侮辱言论构成名誉侵权案，判决其在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刊登致歉声明，并赔偿刘诗诗精神损害抚慰金100,000元等。法院经审理认为，徐女士在其微博中多次使用低俗下流语言对刘诗诗进行辱骂，足以认定对刘诗诗构成侮辱，且足以让社会公众对刘诗诗作出负面评价，因此徐女士的行为已经构成对刘诗诗名誉权的侵犯。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匠心影视哦。